假设你今天在一个女生旁边，然后她不跟你讲话，就给她。好，我跟你讲哦，这个国家是讲求法治与自由的，所以呢，我不用枪指着你，你就乖乖的跟我走进去，知道吗？不然我就再加入你一个拒捕的条例。这个可是重点是我现在没办法走路嘞。可以了，乖乖走啊，走，走，楼梯楼梯，不要想避什么把戏哦，走。哎，再往前走，哎，谁叫你先进去啊？来来来，现在前面来，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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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啦，这里啦。来，这边站好，站在那个警察的前面。对，你是今天刚来这个国家吗？是吗 ？Hello， 警察问你话是吧？嘿嘿嘿嘿。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开车是不对的 ？Hello。Hello， 你怎么都不讲话？我听到你讲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呢。那我来你耳边跟你讲，现在有没有听到？有有有有哈有哈。哎、我先跟你说啦，因为你今天哈、涉嫌的违反这个道路的条例，逆向又冲撞警察，闯红灯超速，你知不知道？那念在你是刚来这个国家，可能还不懂事，你是刚考完驾照啊？哎、你有驾照吗？我 check 一下。没有。啊、你改戏不驾照，搁塞车。我跟你讲，念在你初犯啊，我给你开个罚单啊，好不好？给开罚单啦，ASMR 你知道？给他开那个无照驾驶啊，危险驾驶这样。我跟你讲、因为你也没有伤及人啊，所以呢，念在初犯我就给你轻罚了。下次再这样，我就直接给你关监狱了。关刚好你太猛，谁杀不我？我跟你讲，你知不？嘿嘿，在在在。来，先缴钱。缴完了。缴完了，不要骗我，我怎么只看你只缴一个？你不然你朝我身上，我刚真的按两次啊！好好好，有缴就好，没缴是会 double 的，你知道吧？我有缴啊，你自己看啊！好好好，来来来，离开离开离开，我带你出去，车子自己去扣押场啦啊！有听到不？有哦，你要赢呐，那 RP 就是爱安尼啊，你知不啊？有赢无？你无赢呢？啊，不得几块钱，哎，美瑞啊，慢走了，又不讲话了，怎么他们都不讲个话？他是不是刚刚那一个被我们抓那个另外一个学长把他拦下来那个红灯那一个、啊，听起来很像呢。我还把一些门给关好，就像这样啊。你看，假设你今天在一个女生旁边，然后她不跟你讲话，就给她。各位不要乱学啊！不要乱学啊！我把它关好，把它关好，锁好，锁好。这门没给它用好，再把它关好，把它关好。好了，走。我觉得这个门哦，其实也是一种 RP 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这种，你进来还要开门，也是一种很 RP 的感觉。哥，我觉得跟着人也蛮好玩的，我们就继续跟着人吧。我们再处理个一单呢，差不多。什么痴汉？哦，我觉得我这个车把它弄得有点脏，好像也不是很好、那这个我们再先去洗个车好了，不然这样子停回车库，对这个下一个远景执勤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好不好？所以我们先去这个洗个车好了，洗个车好了。先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没人，好走。哦，各位很注意，头前个几台啊，对接对接 ，Lamborghini 的呢，2017年的呢，最新款呢，上面没啊，对啊对啊，忘记了，这样就可以了，忘记了，我跟你讲，因为如果每个人如果是戴耳机的话，你们应该有看过那种 ASMR 的那种频道吧？哎，不见了啦，没看到了。那种人家吹气都很有那种，哎呦，好像真的在你耳边吹气，这样那种感觉。那、这就是演戏的一种嘛，对不对？我跟你讲 ，RP 就是要有一点点这种成分在啊，不然真的一直工作真的很无聊的啦，真的。嚯，这台够帅啦！对啊，我们就洗车啊，对啊，我们就边洗车
啊，再我们大概再做个一单就差不多了。好，来洗个车，好好交代啊，哈、哦。欸、各位，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洗车不是从这个路口？大家都说不是这一个，所以我们进来之后，从这边 car wash， 从这边哦，真的哎，真的是从这边哎 ，car wash this way this way。安怎是无政府玩呢？安尼黑白路的哦。进来进来，我要洗车，麦克乱啦！嘿，好了，洗车洗车。各位洗车就是要定速啊，你知道吗？噔噔，没有震动。好，把车洗洗，干净了干净了。看到没有？这个伤害哦，都是执勤造成的啦。那被为了这个追捕这个嫌犯，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好的，完成完成，期待下诺。他把它踢掉，我想要做单子的时候，他把它踢掉了。我看到这间商店，我好熟悉哦。车没办法修啊，车要自己修哎、欸，回警旅再修啊，回警察局再修。欸、这个好像停哎、欸。这种特别绿灯的就要停了，对不对？好，我们就稍微绕试一下，就差不多回警局下班了。现在不太会海了呢，现在不太会了，现在算很稳呢。野马好像还蛮快的哦。然后这台是什么？哦，这宾利的，哎，不是宾士的，只是它的 Mark 是 B， 我也是宾利的。有啦，细了啦，细了啦。哇，没办法收了，没办法收尾了。各位追完这一单吧，追完这一单，追完这一单。我靠，飞起来，飞起来，要稍微稳一下，不然太快不行了。哪一台？是哪一台？对起来啊！啊，搞不清状况。哇塞，是几台吗？哎，是你车怎么坏掉了？不是不是不是，是你不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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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好好，车怎么坏掉了？不是，到底是谁？我都不晓得谁是谁。刚刚被后面的追屁股啊！小心一点啊，好不好 ？OK OK， 是黑色的哦。刚刚一开始的那一台哦。继续跟，继续跟，继续跟。我看一下他们在哪边，跟着学长看一下。全部离开。全部离开，都离开，不知道是哪一台啊？我现在只能跟着他们的脚步去看一下。这样子的话，我对你只要开出一张那个闯红灯的罚单就好了。哦，闯红灯罚单，哎、欸，跟我一样是交警哦，是吧？刚刚那个太乱了，因为我不晓得前面追的是哪一台，然后。他们撞过来之后，哎、欸，啊，到底是那台还是那一台？啊，就被后面撞，就不晓得了。好啦，目前车子还不算脏，还行。什么时候买车哦？应该要，喂、欸、喂，哎、欸，小心开车啊！可能要下次了吧？没那么快、欸，没那么快。哦，就帅，就帅，就帅，安尼啦吼，就帅啦，开始有淡薄帅。走啦，各位，今天可以。啊，刚刚没看到，我不想处理了。我目前只想买特斯拉，其他还好。好了，我们要准备左转进来警察局。噔噔噔噔。OK， 各位观众啊，不，我们要去打卡，我们要去打卡，我们把车停好，接下来我们要去换衣服哦，这样才 RP 啊，衣服要换一换啦，是吧？等买完特斯拉就可以买那个买房子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有点那种上班从家里面开到警局，然后下班再从警局开回去家里面，这样子就很有那种上下班的感觉。好啦，各位，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帝国，今天帝国就先执勤到这边哦。